尘封已久的执着，太赤裸，恐惧啃噬我的脸孔，不放手，等的就是余小鱼。不要用跑的，用走的。谁唱的、啊？不知道哎，我常听我妈听，我觉得蛮好听的。那我们就用这首歌大起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练晚一点哦。好。哎、欸，今天要练到这好不好？真的好，走走走。就是啊，我好像不是我爸妈亲生的。是哦。哦。就前两天啊，我爸的朋友来到我们家。我听到他们说为什么会有我，我爸说有钱啊，有的贵有的便宜啊，他还说三天就好，你说我是不是抱来的？有时候我也觉得我好像不是我爸妈生的。我也是哎，我妈对我弟超好的，对我都不好。哎呦，不是爸妈亲生的那又怎么样，搞不好你爸是闪灵的吉他手，他妈是樱桃帮的贝斯手，这样多酷啊！对哦。如果要选，我希望我妈是艾薇儿，我爸是 Linkin Park 的主唱，这样子他们每天都可以陪我唱摇滚乐，多酷啊！可是他们是外国人啊。那要怎样？外国人可以生台湾人啊。对哦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来了。小鱼，还没睡啊？对啊，我在查明天这堂课要做的实验资料。小鱼啊，爸爸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爸爸跟妈妈决定要把工厂盖在国外。所以过一阵子我们可能得出国一趟，到时候小鱼去住阿嬷家好不好？阿嬷？是地狱阿嬷吗？嗯。为什么不是跟阿公住？我比较喜欢跟阿公住哎。阿公生意比较忙，阿嬷比较有空啊，而且小鱼如果去住阿嬷家，阿嬷可以煮饭给小鱼吃，还可以送你去上学啊，阿公没有那么多时间照顾小鱼哦。可是我不喜欢地狱阿嬷，她每次都讲台语，我又听不懂，怎么沟通？爸爸知道，可是我们家小鱼是小天使耶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要喜欢我们家小鱼。这次我们家小鱼身负重任，要去把阿嬷拯救一下，把地狱阿嬷变成开心阿嬷，好不好？那我要跟她住多久啊？大概两个月吧。两个月？小鱼啊，到了阿嬷家以后，要乖乖听阿嬷的话，知道吗？好啦。小鱼来吃饭来。阿嬷，这是我在学校捏的，叫做我的阿嬷，是要送给你的。
好漂亮哦，阿妈好喜欢哦。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嘿。阿妈知道你要来住哈、哦，阿妈煮了好多好吃的菜要给你吃，来来来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啊，快夹菜呀、啊，赶快吃啊。哦。哇，真的好好吃哦！阿妈做的饭真好吃哦。哎呦，阮小姨偌乖的哦，已经不挑食了哈、哦。阿妈吼、哦，以前就跟你说过，啊，女孩子要乖哦，后半才会得人疼。你现在这么懂事哦，阿妈好高兴呢、哦。可是阿妈做的菜很好吃啊，等下想吃还吃不到哎。阿妈，以后常常做菜给我吃哦。当然好啊，看你以后爱吃什么吼、哦，跟阿妈讲，阿妈吼、哦、通通做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对了，还有那个，哇塞，这种菜谁敢吃啊？来，这个臭豆腐哈、哦。是阿嬤早上才刚炸的，好香，好好吃啊！你多吃一点啊。